大爷，给我体验，给我体验！娘娘，他在这里！啊！不是，我刚想说你是人，在哪里啊？还记？我在，我无所遁形。还记？杰克，让我玩一场啊！不要！那个在地底下在哪里啊？啊！你在地底下？阿基，你在哪里？叫我吗？屏障。二零一啊！啊！我被摔死了！自己摔死，有自己摔死了。没有啊，二零把我推下去啊！哦，他还很坏，被偷看。这看不懂啊！那在地底怎么去啊？这电梯吧？麦当劳，它是屏障，上去之后有屏障。翻新一下，哇塞！繁星都不会死哎，会快死了啦！繁星不死之身吗？繁星怎么不死？快了啦！这不会是不死族啦？繁星怎么活这么久啊？你我没有魔力了啦，快死了啦！我们都在等你。我的意外跳，我的意外跳说我没血量了啦。出去哦！你又不玩？哎，为什么啦？不活了，你怎么不活了？救命！我不知道啊，不死族是你，不死族，你是自己真的不知道还是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那应该是 bug。啊，那个嘞，西瓜呢？谁是西瓜？谁是？哎，为什么被传到这里来了？怎么被传到这来？这里很可怕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在哪好不好？逃生电梯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啊？为什么？那你是按了按钮就掉下去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经过路线有跳了两个游泳池，有一个游泳池还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。然后第三个我就不知道怎么来到那边来的，不知道。游泳池？有一个游泳池啊，要按按钮的。哦，对啊，我来游泳池了。哎，为什么我按了一个跑到天顶？哇！就游泳池，游泳池。嗯，好可怕！走，好多地方可以躲。嗯，啊，有人说因为我睡到床啊，然后就 bug 了，是不是？我自杀看看。还睡啊？没有，他那边有个东西叫我按，我按下去，不知道为什么躺在床上啊。这里啊，有送餐区，有哇，这个还真的是有一点，哎呦，要挟我，吓到我。下我要赢呢！这边东西很多哎、欸，对啊，躲地方超多的。我觉得他进在这里，私人游泳池看到了。可是那里我去过没有？提示一下，有三张椅子，中间那张椅子。三张椅子。私人公园。噔噔哒啦啦。那椅子会说话。啊？那啊？哪里有椅子会说话？啊！去，他这个能去就好多、哦，嗯，超多地方的。发光有没有一下？我刚刚发光完了。那、啊、发光都不讲一下。椅子，三张椅子是这个吗？哎呦，二零找到了，二零找到了哎。可是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哦，看到了。然后，三张椅子。我觉得二零找到我会直接过去给他杀了。我觉得这里太机车了，这里。这里是哪里啊？什么鬼啊！哇，这栋大楼真的好强哦！那栋大楼很多东西啊，很强啊，太强了，就是东西太，可能太多人一起做了，然后它有一些太多小隐藏点，能不打我、啊？这确定是地图范围？反正你不是打不死吗？试试看、啊，搞不好真的会死啊！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掉到垃圾桶啦！我复活啦！复活啦！好啦，那个麦当劳旁边一个角落的一个屋子，里面有床，小心不要点到。为什么走到奇怪的地方啊？这个啊，但哈基真的没找到。嗯，哇，在哪里啊？刚刚可以走到类似指令区的地方哎、欸。哪里？好吵，底下。哪里？就底下啊，对，它有个做一个通道，然后就可以看到。那这是躲藏的人，相信就更厉害了。嗯，跟着哈基走。跟着哈基走。好，跟着哈基走，跟着我走。一票人。结果哈基真的是凋零。
哇哇哇哇，很难，还一样跟着哈基走。我要继续走完那边，我不知道那边什么地方。跟着团团走，挑战一下。我要找一下，等下大楼在哪里啊？大楼在哪里？哦，有找到了。全部人都跑去大楼了，大楼还有地方可以躲啦。公布栏大楼没电了。有人走过那个全部都蜘蛛网那条路吗？哎、欸，不要一直把我往上传，我被传到好高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怎么到这里了？欸、哦，三张椅子。哦，完了，大家都找到了，等一下哈基也会来啊！完了完了，哦、哈基要来了。你们都去三张椅子哦。好，那我去。你看哈基真的是鬼啊！对啊，刚刚就讲了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好酷哦！我觉得这里很不错。哦，这里是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要在这，我不要在这，我也不要按这。他居然有一个、啊、有一个是可以直接传出去的，太过分了吧？嗯，啥耶？啊？嗯嗯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理由吗？太强了、啊，超强哎、欸！这边，我觉得这一整套。里面是地图里面最强的地方吧？真的是最强的地方。嗯，毕竟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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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啊，他没有补血的方式哎。嗯，后面摔到老疼哦。真的？怎么有人？我、哦、关门，你会不会关门呐、啊？哦，阿基加油啊！我们都躲得好好的啦。啊，那有什么问题啊？他是什么职业啊？你出来我跟你讲啊！你出来我出来跟你讲。我忘记了，你不会发光吗？这边看到有人的一个脚胶哎，脚胶，很像吐槽。看起来像巧克力。便利商店那个？怎么可能？你看错了啦，露米。旁边真的有一个咖啡色的。你现在看不到了吧？现在看不到了。你不要偷看我的脚啊！我也看到你屁股露出来，好吗？我没有在那个脚。我看到远方还有僵尸哎、欸。可不可以刷钱？刷钱能干嘛？买东西吧，买东西啊，还有那个转蛋区。哦，这游戏应该不会有什么 jump scare 之类的东西吧？有啊，鬼就是 jump scare 啊。对啊。嗯、哎呀，白痴！地图太强了，不是我在说。白痴，活下来！不是电梯咬我。原来你是被电梯咬。对。哦、在这里哦。哇，你找到半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只会躲。我觉得这里挺好的、啊。你走过去的、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可是我现在不能过去、欸。我扣血了。他为什么在受伤、哦？不是，他这地图这样不行啦！这地图太多奇怪的地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被夹死了吗？怎么了？你都跑到很奇怪的地方了，你这样子不好吧？真的是超奇怪的地方，我整个吓到。你躲在这里吗？我这就躲这里，我就躲这里。扣下扳机。哦，上面是。上面是有人吗？我啊，阿基，我说我就说我现在没办法去你那边啊。你不行来，你不能来，你来了就会跟我一样。我知道啊。我团团遇到了，点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怎么掉到世界外啊？等下我来跟你们讲为什么，等下我来讲。团团哦。啊。太白痴了，天啊！然后一直活着吗？等下这个点没问题吧？好帅，帅这么重！你 是跟我一样，你被电梯夹到对不对？我被电梯旁边有个洞，他突然出现了！是不是有人要变凋零者啦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坏，我是奴哎、欸，嗯，所以你可以远距离，这样不好啊！让我钻一下洞、啊。好啦，给你钻，给你钻，你钻，你钻，你钻。这么想钻这只狗狗的鼻子是不是？
还是嘴巴？那是大象吧？大象，那是水，那是水。那大象的鼻涕。哎，重点是那个另一个地方也可以进去。对。我刚刚躲得好好的，200就从上面。嘿。欸、所以洋洋玩够了哈。等一下啦。好了，好，再让你玩，再让你玩，再让你玩。这个蛮好的。玩久一点吗？好了，你变成凋零者，想玩多久就玩多久。嘛再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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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玩。哇！哎、欸，凋零了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啊？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鬼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枪的技能？我的技能？哈基的技能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躲得好好嘞、欸！哇哦！哇哦！哎、欸，不能残血啊！变成只剩两颗星而已啊！太过分了，被破了！可以出来玩了，这十秒而已。十秒。天哪！哎、啊，卢米现在还活着。嗯。对啊。我知道他躲哪了。武器丢掉！耶！我被人家找到20，因为我不小心把武器给 Q 了。好骚、哦！对，天堂之路嘛，200。那为什么又在骚？我刚刚到处跑掉岩浆里面，麦当劳的那个岩浆吗？对，我想说下面有没有路就跳下去。啊，计划、欸，我只是留到最后再用而已。所以那个20有几个技能呢、啊？有四个职业嘛，然后、欸、应该都几个职业，四个职业是不是？四个职业，然后刚挪那个是一开始给你一堆的剑士跟一个挪、嗯，然后还有两个就是我刚用的、嗯，直接变凋零。你是叫什么？崩坏者。那、哦啊、杰克是用什么？幽影还是什么的？最后面那个。幽魂。二跟四用过了，等一下看可不可以要用那个、啊、一跟三的职业。嗯，好啊，一三哦。一三。五三，今天还没当过鬼啊，泱泱。对，泱泱好像还没当过。嗯，你要不要成为凋零王看看啊，泱泱。啊，成为凋零王。好啦，不然我啦，我还没当过啦，每次要当都被甩掉了。成为凋零王。繁星，哎、哦欸、我哎刚刚我名字、啊，哎、欸、怎么是你呀、啊？你太靠战，我当过啦。嗯，那就繁星。我说一级。一三，我觉得三感觉比较强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三感觉六六个，直接砸下来这样，繁星炸弹，下面我下面这边点一下，那把剑，那把剑碰一下我下面那把圣剑，圣剑，圣剑，繁星不到呢，碰一下我下面那把圣剑，哪里啊？哪里？不要看不到，炸了，你们走开，繁星快来，哦耶哟，拔出来了，拔出来了，哎，拔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基跟我走，哈基跟我走，来，我们去。闪闪，你刚刚是怎么死的？你掉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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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去，我们过来，我们过来。我抽东西是不是？哎，你干嘛啊？东西是按 Q 出去。这边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这边。像这里不好吧？没有啊，我只是看一下，逛街都不行，奇怪。这里没有，我们想说在这里走。重点是你刚刚不是死掉吗？再过来。没有，可是那是我87。我觉得我好像来不及躲嘞，怎么办？那就不要躲吧，跟我一样。有跟上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是走走下还走上？这边，这边。哎，我还真的被卡住了，天啊！太过分了，这个我觉得这边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啦！来来，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吧，来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你这里是下去的、啊，重点是你这里还可以满血过来。你知道我刚刚也是掉到地图外，更夸张的是这边，你自己的什么白痴哦，超夸张，哈基先，哈基先，对不起，不玩你了吗？不要那么太扯了吧，玩一下，要你玩谁啊？要上来，哎、欸，那个船不要上去哦，哎、欸，你怎么，我怎么突然多一个朋友了？上那个船，然后下船之后呢，就掉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你好，二零自杀吧，死掉了。二零一开始就跳下去了，我看到开始了吗？我看有水哦，跳下去哦，结果上面有屏障。哈哈哈哈哈！那谁撞到屏障？我看那个水，不是，他上面有屏障。
可怕可怕！这个这边超这边超扯，这边超级扯，而且这边真的太扯，因为尤其又是满血。对啊，找不到哦。对啊，没有，重点是鬼上来这边之后就出不去了。哎，他可以，他可以死回去。是啊，哦哦，也是啦，还是可以死回去。哎呦，我的。